军还有三十秒到达。上。碾碎他。勾他。晃啥呢？抠炸！炸！看看拉克斯能不能杀，炸！这也没啥能杀的人啊，这也没啥能杀的人啊，兄弟，直接回家，不用跟他们磨叽。来个多兰戒，走，出门。来一把电焊弓，哇，中单落手，天哪，还跟我走，这玩换路呢是吧？带着魔抗换路，精神病，行吧。啊，中单塞拉斯也是魔抗。出炸！点！哎呀，好卡，怎么回事？滋啦！出炸！点，滋啦，点，滋啦，好卡呀！他已经没药了啊，滋啦，定点 Q 炸，相位猛冲，点起跑开起来，滋啦 Q 炸，耶，平 A 好闪，滋啦。能不能别下游戏了？游戏已经下完了，兄弟。怎么的？又换路了？觉得打不了了是吧？行，我们就在这空一会儿啊。滋啦，抠，炸，滋啦，点，这波吃饼干，向位猛冲，抠，炸，定，点，点，点。抠炸接滋啦！我看你们谁能跟我打？线儿往这一放，我看你怎么办？没蓝了怎么办？我有饼干啊，我一会儿六分钟还给我一个呢，还有我可以回蓝啊。
但是他没血了，他就回不了。哎，电焊工就是这补刀吧，稍微有点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吗？下波维克托加强，核心特别猛，回家了。哎呀，这补刀太难补了，这不没塔皮了吗？俩人抢中路了，开始双人中路了。这艾克为什么三杠一了？他零杠一上去的，三杠一下去的，啊？干哈呢？这？你点什么呢？你在点什么呢？艾克六了，舍弃掉这只臭皮囊，支援一波。Q 咋支拉给大点定点，闪现点点 ，Q 咋？崩了，这武器大师他妈有意思。哎呀，太难搞了。真好笑呢，哎，有点烦，我把这落手杀了。有七百，舒服了。那再推一波吧。
资了，回家。要不要核心直接升满的？你们说，升满得了吧？要我说，直接升满这核心，核心升满加那么多法强呢，直接给升了。中路守一波，疾跑开起来 ，Q 定滋啦接炸，接平 A， 平 A，Q 炸，他落手闪现过来怎么整？滋啦 ，Q。炸吃药，抠滋拉定，我操，这武器大师没死。哎，我滋拉的伤害有点低呀、啊。还行，不上武器脸好了。哎，我上波上路这波，这波的兵线呢？我天哪，又没吃到。我滋拉的虚区有点低。这波往下走吧，本来我感觉我能双杀的。哎，靠！拉克斯女警，差一级。去中路不行，把中路杀了，这中路没闪。马赫全开，电死！剑圣干嘛来了？收兵来了，挡一下！哎，那又死了呢！哎呀，看看去上路能不能杀一波艾克。差一级，再有一级E就好了。分析路径中，好，我们无敌了。现在的滋拉的虚区就很高了啊。来，装备给他搞起来。Unstoppable。又八百。咱能不能等会儿我下回？回上路收兵，算了，中路先守一波。杀银鼠，但是
我们是不能出巫妖的，你知道为啥？因为巫妖太脆了，我们必须得诱起来，又诱又有虚区。我还记得这上路电焊工是一霸呀。把上塔推了，别横了，快点吧，好好的吧，行不行？回家，兵权出出来。魔抗搞出来，别怕，我在这儿呢。那艾克根本就没有东西呢，艾克，那艾克有啥呀？库扎滋啦给大不行啊，追不上啊，跑的也太快了，这我就不知道宁在干什么，真是白送啊，我的妈呀。真白给呀，说白给就白给呀，回家吧。完了，我们没了。哎呦，这拉克斯。拉克斯好烦哦，谁瞎当了，不能吃那拉克斯的控，他们家一共就拉克斯一个硬控，也不硬控吧，小控。哎呦我操，路破了就有点难打了，破路了就有点不好办了。点了吗？那能点了吗？哎，我就发现你们有些人啊，就老是放弃，这有什么好放弃的呢？难道你的人生不顺利，你就去自杀的，结束掉你的人生？那能行吗？游戏可以重来，人生可不能重来。你要不能有这种坏习惯，知道吧？算了，不吃了都。
即使对手再白给乱送，我们也依然不能放弃，回家。哎呦我操！这武器大师的虚区。我这个出装不可能赢。兄弟，这是出装的问题吗？我就告诉你，如果我们家队友会玩，我出无尽电刀他都赢，这跟我的出装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这把主要赢不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上路玩的时候，这帮人送那艾克零杠以上